现在5点钟了，傍晚时间，我们开一根3米6的钓一下黄鸭叫。今天我姐让我钓几条回去，小孩子喜欢吃，没办法。刚摸手机就来，老是给我搞这种。哎呦，2条杆子都来口，我去！哇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。我感觉还是钓蚯蚓给力，你看这一条多长。哦，来了，还不小啊这条。哇，巨型黄辣丁。就问你服不服？这个金黄，哈，哦吼，搞偷袭你小子！趁我在绑钩的时候搞偷袭，这条太小了，不要了。搞偷袭，你小子可以啊！哎，这条可以，收入囊中。今天这个大哥就走的比较早，6点钟就走了，太阳都没落山呢。我要等太阳下山，我就走了。来了！哦，黄鸭叫，嘎嘣脆。它的叫声好清脆，今天那个大哥他就没有空军，他就钓了3个鲤鱼，有一个1斤多的，有2个是2斤多的，还行，不过还是我更胜一筹，我钓了4个鲤鱼，还有5个黄鸭叫，来了，可以啊这个，哎呦，翘嘴哟，嘿嘿，哎。哎，我丢！哇，来了，可以啊！哎呦，又是翘嘴，好多翘嘴，都掉2条了。可能外面炸水的，就是这种翘嘴，外面好多炸水的。我感觉我的路亚竿又可以拿出来了呀！哎，别玩我，兄弟！这也太牛了，我的妈呀，哇，大家伙，这个大大鲶鱼，我去，还有惊喜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，不会是辣条吧，我去，好吓人哦，黄鳝都咬哦，我去，应该不是辣条的，是黄鳝的，来了，这个感觉不小，我真不骗人，你看杆子都弯了，这个感觉真不小，兄弟，还是用蚯蚓钓的大鲶鱼吧，哎呦，还有拉力哦，不要埃及，鲶鱼，哎呦，鲤鱼哦，我丢，哎呦，鲤鱼也吃蚯蚓吗？哎，搞得我白激动了，我还以为是大鲶鱼呢。
来了，不是鲤鱼吧？嗯，鱼情有点暴躁，搞得我都不想回去了。再钓一条，再钓一条，我们就回去。3.6米有口，但是小罗非又来搞偷袭，来了。哦，这条不小，哇，巨型黄辣丁，漂亮，漂亮。哼，今天鱼情是有那么一点点暴躁，但是天黑了，必须收竿了，桶都拿去了，准备去装鱼。其实我也不想回去的，天黑了。鲤鱼是5条，黄辣丁差不多10条的样子吧，还有这个白鳝，白鳝不要了，太小了。然后，鲤鱼也不要了，留一条就够了，鲤鱼留一条就够了。